thank you 在中国这个谎言的文明之中，说真话就是一种犯罪。习近平同志上台以来，得到了全国群众们的热烈欢迎。习组长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冲上来一帮群众高呼“习主席好，习主席辛苦了，习主席啊，你要注意保重身体呀、啊。” 在群众们的欢呼声中，他也有一点飘飘然了。自己认为自己恐怕真的是千年圣君，他创造了一个康乾盛世了。于是有一天，他决定微服出访，看看百姓们到底是如何的发自内心的喜欢他。当他的专车来到一个地方，习组长命令他的替身去接见群众。 而他自己呢，戴着口罩，戴着帽子，偷偷的躲在人群之中。果然，习组长的车还没有停稳，围在车两旁的群众们都一起高呼起来：“习组长好，习总书记好，习主席你辛苦了！”看见这么热腾腾的场面，自己也寄身于其中，习组长不由得心花怒放。看起来群众们真的很喜欢我哟。 但突然之间，习组长感觉自己的胳膊被人狠狠的拧了一把。习组长大喊一声：“哎呦！”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习组长可是金枝玉叶，对吧？痛得他眼泪都差点流出来了。回头一看，是一个中年的胖妇女正在用手狠狠的拧他的胳膊。习组长勃然大怒，正要发作。 饭厅的那个女人对着习主席的车队高呼了一声“习主席好”，然后转过脸来，压低嗓门，恶狠狠的对习组长说：“你怎么像个木头一样，赶紧喊习主席好啊！你不想要命呐、啊。好了，欢迎大家来到自由发声，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零零七。在中国，每一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普通人难以想象的荒唐和荒诞的事情。 尤其是对于自由世界的人来说，中国发生的事情比火星的故事还要离奇。比如说，今天江苏省连云港市法院有一个判决，当我们看到这个判决书的时候，大部分人都目瞪口呆。这个判决书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九个大老爷们，是九个大老爷们，九个在当地的小官僚，把一个年轻的。 女人给睡了，而且睡了五年。当这个女人因为怀孕生小孩向他们要钱的时候，注意啊，她没有拿刀也没拿枪，只是向他们要求拿抚养费之类的。他们呢，有的多的给了一百多万，少的也有十万八万。当给了钱之后，过了几年呢，这九个地方的小官僚突然报案了，说是敲诈勒索。 因此，把这个女人以敲诈勒索罪抓了起来，并且没收了他的所有的钱，还要罚款五百万，最终还要坐牢十三年。这个荒诞的故事，并不是我零零七胡说八道编造出来的故事哦，而是真真实实的法院判决书的内容。我给大家读一读。 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二零二零年苏零七二四刑初一百六十六号。公诉机关是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徐某，一九九四年的哈，回族人，原来是连云港市公安局海州分局的辅警。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辅警啊。 在中国呢，现在公安机关有编制的，一个月拿七八千、上万的那些公安人员叫公务员，但是呢，因为他们的编制是很少的、不够的，所以说要招一些临时工、合同工来帮他们干活，这个就叫辅助警察。给的工资呢，只是他们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这个九四年的女孩就是在公安局里面的。 一个这样的辅警，经审理查明，二零一四年三月至二零一九年四月，被告人这位公安局的协警，同时或者不间断的与多名公职人员发生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后以自己家人得知后要找被害人闹事，以及自己购买房子啊、怀孕啊、分手补偿等等理由。 抓住公职人员害怕曝光后影响工作、家庭、名誉的心理，先后索要被害人孙某、朱某、寇某、陈某、关某、兰某、徐某、林某、刘某等共计人民币三百七十二万元。具体犯罪事实分述如下：二零一四年三月。 被告人与当时灌云县公安局南港派出所所长孙某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后来以怀孕为由讨要说法，要怀孕补偿、分手补偿等理由，先后三次向这位孙派出所所长索要人民币一百万元。法院判决书里面列举的这些事实啊，大部分都是连云港市和灌云县里面的这些。 基层的官员，他们有派出所的孙所长给了100万，派出所的朱所长给了10万，公安局的寇副局长给了20万，灌云县妇幼保健工会陈主席给了10万零八千，冠云镇中心小学关校长给了45万元，灌云县卫生院南副院长给了15万。 灌云县卫生院药库徐主管给了二十九万八，连云港市公安局海州分局派出所刘副所长给了二十万元，后来刘副所长升任副局长之后，再给了一百零八万元。这就是他的犯罪事实、敲诈勒索的事实啊。我们看这个法院是怎么判决的呢？ 本院认为，被告人以非法占用为目的，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多次勒索他人财物，达到人民币三百七十二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所以说，判决呢，第一，被告人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五百万元。第二个呢？ 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人民币三百七十二万元，包括已退回的人民币五十万元。好了，这个就不是故事啊，这是真真实实发生的一件案件，而且是法院判决的案件。从这个法院的判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女人在同几乎在同一时间和九个国家干部一起发生了性关系。 这不就正是传说中的海天盛宴吗？最近这几年，我们知道中国的富豪富起来、有钱了之后，要搞一些女人玩集体性游戏。从这个判决书上来看，这些地方的官员们和富豪们一样，拥有了钱和拥有了权利，他们玩乐的方式是差不多的。有一个网友评论：“这九个大老爷们把一个年轻的女辅警睡了。” 这个女人为他们要钱的时候呢，没有拿刀也没拿枪，只是用言语吓唬了一下。他们多的给了一百万，少的给了有十万。说他是敲诈勒索吧？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这些大老爷们却不报警呢？过了两年之后，案发了之后，这九个大老爷们摇身一变就成了被受害人。这个女辅警可惨了，被人白睡了不说，还把她的收入给没收了。 并且罚款五百万元，甚至还要坐牢十三年。中国有位维权的律师评价这个案件啊：四个干警和其他五个人工作人员都是被受害人，这只是从法律上来判定，从道德层面来看就不一定了。九零后的女辅警为敲诈勒索付出了五年的摄像。 敲诈勒索来的三百七十二点六万元被没收，还被判罚金五百万元，在入狱十三年，代价不可谓不大。但不知道的是，那九个被受害人，特别是四个干警，是否受到了党纪与行政的处分？我觉得呢，很多网友的回答比这位律师说的还好啊。 有位网友说：“判十三年还罚五百万元，有法律依据吗？那些大贪官几百亿、几千亿的贪，从来没听说过要对他们进行罚金呢。古代的皇上也最多是抄家嘛。这种既要坐牢还要罚款的法律依据在哪里呀、啊？”有一位网友说：“五年敲诈获利三百多万，每个月获利五万。” 期间不仅卖身，还得绞尽脑汁斗心眼，每天提心吊胆，害怕被检举、被灭口。说实话，还真不如直直接做鸡卖，获利不会差太多。有位网友说：“这个女的可以控告他们都是强奸犯，判的确实有点重了。”该女子在权力之下怎么能不屈服呢？原本是受害人，这下弄得罚款。 还要坐牢，我不相信这是敲诈。有位网友说，问题的关键是一个小所长哪里来的一百万？是借的还是工资啊？其他人员也是工资吗？应该查一下钱的来向才重要。再说，偷了心就别怕刺伤喉咙。女人没错，靠能耐吃饭。这就是中国发生的这些荒诞离奇的故事。 我不知道朋友们对此有何评价，欢迎大家留言，发表发表自己的看法。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自由发声，我们下次再见。